都过了一晚上了，你都没说清楚自己打哪来的。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可您听不明白啊。这就是你证件？对啊，身份证。这他妈才叫身份证，你看清楚了。几几年生的？我明年。就得帮助我们抓那个坏人，就可以吊儿郎当的回答问题啊。你有权利保持沉默，但是没有权利扯淡，你知道吗？你到底哪的人？我真的是本地人。待会儿去你住所，要是没人认得你啊，我就把你送精神病院去。这世界很酷。